色的是它的萼片，蓝色的才是它的花瓣。当鸟站在上面吃花蜜时，花瓣会张开，并将花粉盖在鸟的脚上。花在温室里度过一生，好吗？而我现在过的生活，对我的身体好吗？人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，经过大概700万年的身体演化，在30万年前，有了大脑，双手极为发达，擅长双足行走的智人。都查了，我每日平均用手机的时间是6.5小时，这还不包含用电脑哦。之前就发现，现今过采集狩猎的生活的人口，几乎没有近视的问题。那我们禁止买马赛兰花给现场拍，还让政府采集收集成买人高至少加分数，是买汽水果汁真奶糖果，还有现在的白现在台湾18岁以上的数量，每天素食一天百分之87.7%，现在从新闻出来说是包括研究，那想之前就是因为买的比较好。